而在我做这条影片的时候，中共官方并没有通报，这个歹徒的动机是什么啊？可能我做这条影片之后才会公布吧，不晓得，但目前是没有的。我是觉得蛮夸张的，就是在台湾啊，这种事情如果现场就抓到嫌犯的话，不出几个小时内一定马上给动机，但是在中国要等他们想好舆论要怎么走才能给出这个动机，想好这个剧本该怎么编。北山公园事件也是这样啊，对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八九。不出两个礼拜啊，在中国又发生了一起乱 S 外国人的事件了。六月中旬啊，在东北的吉林有四名美国教师被乱 S， 对吧？我们叫做北山公园事件，大家应该还记忆犹新吧。那在昨天24号下午的苏州啊，一对日本母子在等着日本学校的日本校车接送他们的哥哥或是姐姐到站，结果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小粉红啊上前乱 S 了这个日本母子。那这个小孩啊还是学龄前的，年纪非常的小，还好最后送医并无大碍。但是这边必须得夸奖一下，有一名中国女乘务员啊勇敢的站出来，徒手制服了这个歹徒。虽然啊这名女乘务员也被误伤了，但是啊这种行为必须值得赞扬。而在我做这条影片的时候，中共官方并没有通报这个歹徒的动机是什么啊，可能我做这条影片之后才会公布吧，不晓得，但目前是没有的。我是觉得蛮夸张的，就是在台湾啊这种事情如果现场就抓到嫌犯的话，不出几个小时内一定马上给动机，但是在中国要等他们想好舆论要怎么走才能给出这个动机，想好这个剧本该怎么编。北山公园事件也是这样啊，对吧？中共出来说这件事情我们很遗憾，但这个是单独个案，不是针对外国人。针不针对外国人这不是核心的价值，这不是核心的问题。现在中国的问题是经济下行、通缩造成失业率、造成烂尾楼等等等等，而让这些人戾气越来越重。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不是说我要派一堆人去守桥，因为好多人在跳 S， 对吧？而是你要如何的不跟西方作对，你要如何的让中国走向一个民主正常的国家，你就不会有这些经济的问题而导致更多的这种戾气。你们知道前几天还有一条搞笑的影片吗？我刚刚不是提到了中共花大钱请好多人去特定的桥上面守住，叫做守桥员嘛，因为怕人家因为经济的问题而去跳 S， 结果呢前几天有一个守桥员他自己被欠薪了。那是谁聘他来当守桥员的？不是中国政府吗？所以他这搞到他自己也想去跳 S， 结果被新来的守桥员给阻止，松开你的手吧身上。更恶心的是微博上面那些粉红的留言啊，我这里就不想放，太恶心了，你们继续微博上找应该都找得到。什么这个中国男子是咱们的民族英雄啊，谢谢你做了我想做但不敢做的事情，抗日英雄在世，希望法官要轻判我们这位抗日英雄啊。那最近还有一条影片惹出了争议，就是中国偏乡地区的一名老师啊打了一名小学生。那至于是什么原因要打他呢？因为他在美术课的时候写了我爱日本人，而这个老师就打了他，还把他的图画给撕掉。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吧。有几个学生拿着另外一个学生画的画来让我看，说老师你看他画的什么，这是一年级刚上完美术课。我看看你们写的，对，这才对嘛。是你画的吗？你跟我说你为什么要写它，为什么要写这几个字？写中国人的时候忘记写了。那你能写日本人？手伸出来，我告诉你，你是中国人，你要记着，听见没有？什么都老师都可以原谅你们，什么错误都可以犯，但是这种错误绝对不能犯，你们都听见了吗？当着我的面把它撕掉，直接撕扔到垃圾桶去，谁再敢写这样的话我直接就让你回家，听见没有啊？这个学校不要你，不要你这样的学生。刚才我真的很生气，我打了这个学生，老师打学生不好，但是呢有些事情我觉得必须要严厉的教育他。虽然说是我们现在当下社会不可能去报仇或者去干什么这是现代社会不允许，但是呢国仇家恨我们必须要铭记在心里。问一下，你们六四铭记在心的吗？我相信啊这个时候一定也有一些台湾人啊会举一些不伦不类的例子，说你看在台湾说我是中国人一样会被严上啊。但是他有被打吗？他有被当众撕掉他写的东西吗？没有，这些人继续在用台湾的福利继续说着他想说的话，不是吗？这不就是言论自由吗？他有因为这样被打吧？你跟我说有吗？而且你要记得啊，这里面写的例子是我爱日本人，而不是说我是日本人。那你在台湾，你连在台湾
湾血，我是中国人，你都没事啊，照样继续在拍抖音，照样继续在小红书，照样继续在 YouTube 说我是中国台湾人，没事的。当然你会引来我们的批判，但你可以继续赚钱，你可以继续的跟他的下场是不一样的，没有错吧？所以不要再举这种不伦不类的例子来打脸自己了，好吗？我再问一下，请问这种教育在中国还少见吗？我相信你们大家心照不宣了哈，国仇家恨其实都可以被炒作的。我简单举个例子，去年不是一堆粉红跑去大英博物馆拍摄吗？说啊，你看大英博物馆里面都是西方的列强啊，抢夺咱们中国的财宝，抢夺咱们中国的宝物，对吧？虽然啊，很多历史学家，包含自己的中国考古学家都证实了嘛，好多都是中国我们自己捐过去啦，那不然就是西方的民间卖给或是捐给大英博物馆的。那更多的是清末的皇帝溥仪啊，跟他的一些臣子啊，还有太监啊，把宫中的宝物变卖换钱，因为他们需要白花花的大洋。那宫中的宝物你又不能直接抵给民间，他们付不起，所以你抵押给了银行。那后来啊，大清复国无望，银行看完蛋了，你们没有钱把这些宝物赎回，但是我银行需要钱啊，我要宝物干什么呢？我把这些宝物抵押给外国，抵押给其他的企业家，抵押给国外的收藏家，那些收藏家用钱去换来的，然后后来他们可能会卖给大英博物馆，或是捐给大英博物馆，更多的宝物是这样来的，但是小粉红视而不见。而还有一个更扎心的，你们知道在俄罗斯还有一间博物馆叫做东宫博物馆，是1764年由沙皇建成的，而这个博物馆里面 85% 以上通通都是中国的古代文物，什么吐蕃的啊，东突厥的啊，敦煌的啊，东北黑龙江附近的啊，最早还有到10世纪、9世纪的。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吧。我现在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沉重，一走进这个馆就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我现在在俄国东宫博物馆中国馆的敦煌展区，俄藏敦煌珍品的数量之多，价值之高，与伦敦、巴黎的敦煌文物藏品相比，也毫不逊色。这个概念跑到俄国去，就变成谢谢俄国保存咱们中国古代的文化，谢谢你们让全世界在俄国看到中国之美。这个逻辑带到大英就是啊，这都是抢来的啦，大英要赔我钱呐。所以我说为什么国仇家恨是可以被炒作的。你们知道火烧圆明园之后，大清的百姓跟着去抢，而且连石头都去抢，因为大清盖的圆明园那个石头等级弄得很好啊，很漂亮啊，你这个石头砌回去可以拿去变卖啊。而当时火烧圆明园烧的是政府，是皇家的象征，而不是平民的，所以平民跟着一起去抢，因为那是皇族的，不是一般百姓的。所以你为什么要把自己跟皇族画上等号呢？你什么都不是啊。讲难听点，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一直以来受到的教育是什么呢？谁打赢我，我就暂时是你的孙子，你就暂时是我的爸爸，等到下一个外来政权或是外来民族统治我的时候呢，哎，那他又暂时变成我的爸爸，而过去殖民我统治我的那个人变成我的孙子，我变成他爸爸，过去统治我的那个人就会变成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就是我现在统治我的人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不是很难理解？没关系，我再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举例。当小粉看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啊，激动万分，感慨万千，看到血与泪的万里长城啊，但却忽略了这可能是自己所谓六国的祖先啊被奴役换来的成果，可能还在盖城墙的过程中劳累而死。等到楚汉联军扳倒秦二世，刘邦入主关中，后续扳倒项羽，建立了大汉，你又觉得此时身为汉人是非常的骄傲，我已经不是秦人了，我是汉人，骄傲的汉族。后来大唐统治中原，自诩天可汗的时候呢，你又觉得你是唐人呢，大唐子民啊，我才不是啥汉人呢。但是那个时候大唐皇室对外打着我是汉人的皇帝，有点像我是罗马人的皇帝一样，只是一个口号。但是大唐皇室内部实行的是关外民族的传统，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汉人有乱伦吗？没有嘛，只有关外的民族那个时候有所谓的乱伦，而且是常态，他们觉得很正常，却不知道这个是牺牲了1/3、1/4左右的人换来的大唐盛世。后来女真金人南下灭北宋之时啊，你又觉得身为一个金人好骄傲啊，骑马射天下啊，我是一个骄傲的金人，现在仅存的南宋就是
搞分裂的独立分子，江山一统非金国莫属。后来蒙古帝国横扫欧亚，虽然没有比国民党的翁小林厉害啦，一个人单挑48个国家，但这个战功相较起来也是绰绰有余嘛。蒙古最后建立了四大汗国，南下灭宋灭大理国，阶级划分为四等人。此时的汉人是最底层的3层或是4层人。此时你又觉得身为蒙古帝国人好骄傲，我是蒙元的人呢，我们还有其他3个汉国呢，我们的版图啊，哇，到匈牙利全都是咱的，我非常骄傲。等到这个朱元璋起义把蒙元赶到北方草原的时候，你又觉得哎，中原终于又变成我汉族人的天下了，瓦剌蒙古都是我汉族的死敌。后来清军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史可法战死沙场，你觉得哇，为国捐躯，英勇报国，是汉族的骄傲啊。但是南京城破之后，你又剃发下跪啊，我是满清国人啊，还帮忙带路去打南明。但听到郑成功打跑荷兰人之后，又觉得哇，郑成功是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啊。施琅是一个叛徒，与郑军在澎湖开打了海战，是一个妥妥的汉奸，是满清的走狗。后来啊，大清成功统治台湾之后，你又说施琅啊是收复台湾的功臣，是把台湾纳入大清版图的最大功臣之一啊。时间一直来到清中叶后期啊，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等等等等，哎，我们要搞一个义和团，抚清灭洋，我是骄傲的大清国人呐。每次换了一个国家，换了一个新民族统治你之后呢，你们总是在这种人格分裂中无限的轮回，你到底是谁呀？昨天韩国电池厂发生了大火，死了20多个人。此时的粉红啊，看到新闻啊，各个刷留言刷爱心啊，哎 ，S 多一点吧，一是韩国的对吧？那必须是3星的。后来报道证实啊，这20多个人在韩国 S 的，有16个是中国籍，从东北来打工的人。此时的小粉红又变成，哎，我们啊要为国人同胞默哀呀，你前一秒说什么，你后一秒又说什么呢？其实也不能怪粉红啊，因为连他们的央视也是这样报道的。我们来看央视如何在一个月之内人格分裂的哈。来，5月24号 ，CCTV 央视发出了演习史无前例，登岛一步之遥，演习的力度前所未见，解放军强势出击，展现了怎样的决心？这个是在说5月24号军演要收复对台湾，对吧？我们离登陆台湾剩一步之遥，非常的近哦。我们来看一下前天6月23号，央视又发出了同样的报道，但是标题改了，诱骗大陆攻台，美国设新陷阱，美国正在诱骗大陆对台湾开战，破坏两岸和平，延迟大陆发展。你上个月在军事演习说我们距离收复台湾剩一步了，这个月又变成是美国要诱骗咱们中国解放军去打台湾。 OK， 你把军事国防废除掉，这样美国怎么诱导你都不会打了。真的是一个罗刹国，如果我从小生活在这个环境，我估计也分裂了哈。